Hello， 我们正在吃这个叫什么大盘鸡，这个叫这个就是凉皮吧。嗯，这就是一盘主食，我觉得，对不对？就是普通凉皮的味道，生菜，菠菜、面筋、馕，嘿嘿。我们之所以进来吃，就是因为闻到这个馕的味道，香喷喷。啊，有点无敌哦。这烤馕没什么别的，它就香。超级粗的棍子穿着羊肉串，嗯。我们点了一个四人份的套餐，所以刚刚这个是主食，疯狂碳水。唉，他妈！啊！经过这些东西之后，啊，主菜终于上了，新疆大盘鸡。真的有点大盘，我觉得我们吃不完，先来个蒜。哇，这个蒜是生的，好刺激。对，好，同学们，今天应该是第93天了，好吧？然后对，今天吃了挺多东西的，然后说实话，晚饭没吃啥，然后现在就游一游。我说实话，我不想有那些什么计划了，我想就放空，好吧？放空，所以我打算下水就连续游个2000米这样子，尽量吧。我觉得我自己可以，是吧？那个就慢点，连续游个2000米，最后冲一下。冲个什么打腿呀、啊，或者是50米蝶泳啊，50米仰泳啊，或者是25米的都随便，好不好？对，这就是我今天的计划，就是这么随意，好吧？然后回去称一下，希望能够啊是88以下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OK， 我游了1000米左右，中间还是尝试打了打腿，脑壳疼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游的时候不疼，游的时候就疼，真的不是借口，真的是头疼。然后刚刚说了，好吧，要冲一下，就冲个50米左右，现在看看怎么样，好吧？对，这个一天拍摄的素材得有一个亮点才行，要不然我会过气的。OK。不行，太慢了是吧？腿没力，哪条腿？昨晚睡得太晚了，是怎么样？啊，好，我游了多少？同学们，请给我掐一下，然后告诉我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哇，放松放松，好累。OK， 同学们，晚上没游个啥，可能是昨晚上没有休息好。然后回来我们就清新一点，三个小黄桃和有一个香梨，哦吼，然后这里神奇了，我买了一个萝卜，那个人告诉我这是水萝卜，很好吃，水很多，很甜，但是我刚刚削完咬了一口，辣的要死是吧？而且很瓷实，很没水分。没错，我买了2根，还有1根，我打算削了，明天找那个店员看着他吃下去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中午吃剩下的馕，这个东西真是香喷喷，我就爱这种香喷喷的东西。它吃下去没啥味道，盐味都没什么，就是香喷喷。另外的话，这里还有个柚子，没错，我觉得这个柚子不错的啊，可以多吃一会儿。OK， 照例给你们咬个梨，咬个桃，好不好？咬个桃，无论什么时候咬，都是一口上天堂。好，延时走一波，我要好好吃一下，然后睡觉了。同学们，我刚把柚子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吧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位兄弟，啊，变异没有完全，没有变完，变了50%是吧？进度条走了50%，很奇怪啊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是不是会更奇怪 ？OK， 肉都是红色的啊，只是这里突然变白了，不知道咋回事儿。吃了再说。嘿嘿，又是上称的时间，怎么可能呢？其实今天晚上我没吃多少啊。哦，对了，同学们，我理了个发。忘记说了是吧？没错，大概1个半月、2个月理一次发，我就是这么不平凡的男人。我需要早点睡，好吧？我搞一个视频，马上睡觉。那明天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，然后这几天放国庆，有很多小朋友都有时间，然后我的课也排得比较满，还是啊，挺累的一些日子啊。然后这个减重真的100天，我再减不下来。
哼，我就会对自己非常狠啊，我这个人狠起来，好吧，就非常狠，好吧，想象不到，狠到你们都会心疼我，好不好？我也不希望这样啊，希望自己争气，嘿嘿嘿嘿 ，OK， 今天就这样，我们明天见 ，Have a good day， 拜拜。